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做妮妮。你今年几岁？四岁半，中班。你数学多久？一年。你一个礼拜上几次课？真堂。谁教你武术？常威老师。你最喜欢哪个老师？常威老师。全预备。预备。开始。你参加过几次比赛？两次。你得第几名？第一名。得什么牌？金牌。上课累不累？累。啊，上课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我这课超赞。然后那个你说那个金牌的时候，你帮我把金牌拿高一点点，啊，手不要遮住它，好不好？好吃吗？